教大家怎么快速的算丹麦克朗。丹麦克朗，你看到币值乘以五就是台币，然后乘以0.13就是欧元。所以有任何疑问，请自己计算。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丹麦有多贵。自己买菜的话，跟在法国差不多，没有特别贵。一个可颂大概3欧多，算贵耶，一个可颂。所以他们加工完的东西，只要不是原料，都是贵的。可丽饼3欧。现在来喝珍珠奶茶，这是中杯的，这一杯多少钱？40克朗，等于200台币。中杯、小杯，中杯200台币。这个是巧克力棕，然后它里面应该是棉花糖，然后这样一颗要100块台币。100块台币。猜这个多少？多少？这个70，这个150，丹麦克朗。这样是多少台币？150就是750台币，750块台币，这个350，这个好小哦，这个要350块台币，好小。跟我一样的鞋子 ，Timberland， 我买差不多5500台币，这一双快要9000块台币，超贵的。我刚刚买邮票多少钱？一张要27克朗。一张明信片要2张邮票，两张邮票是27克朗，对，27克朗是大概135块台币。这一杯咖啡大杯的47克朗，差不多是250块台币，要修哦。就要喝一个。他不吃法国水瓶。